今、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然后这款《罗亚 Defense》皇家防御。好，目前好像，都英文的嘛。游戏的话是看广告看到的，先玩玩看吧。这边会自己产生这个金币、银币，那银币有就可以造木。哎，怎么感觉好像？玩过啊，欸，等我一下，我来查一下。好，回来。先确认一下好了。这可以去升级我们的农夫啊，因为我之前好像玩过类似的啦，也是召唤英雄，然后可以去升级他们的等级啦，或者是他们的速度啊，他们的攻击力啊，所以很眼熟。可是我频道上没有收到啊，没有收到这个游戏。好，画面有个小的啦齁，可以放大吗？不能放大。升级一下我们的剑士。他封锁我这个技能。这个狼人呢，就是我们的兵好像会一直出啦，我一直出兵啦，大家有发现吗？不是我点了他才出兵，而是他会自己一直升兵。然后就是去把这些剑士啊、弓箭手啊、法师啊、这农夫啊，他拿了一个叉子嘛。去把他们帮他们做升级啊！好 ，LV up， 哇，这个我刚看了一下，今天是10月17日，中午蛮多，下早上蛮多游戏的，有款韩国 MMO， 反正我就中午会玩啦、啊。发布时间应该是比这一部还要前面吧。因为像这个应该不是新游，它只是有更新啊，有打广告这样。这个游戏我看它更新是10月 13， 今天是10月 17 嘛。然后就打个广告这样啦。手游不打广告 ,Play 商店它不会推荐，因为它就是一个要赚广告费的地方。看起来没有语言。但没关系。因为这个大家应该看得懂，金币嘛，还有这个碎片就可以去升级它，因为我刚好开到宝箱啊，这个还没开，我这是我们战斗，我现在第一关过消耗5体力，然后这个什么瑞德是扫荡吗？我不知道啊，瑞德是突袭啊，然后这边消耗5体力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广告的 图标，哦、这还没开，我们继续。好，画面非常小，长按一下 ，charge attack， 不知道，我先升这个弓箭手吧，9块钱，这样我们就开始叫弓箭手。哎，没有哎，这只弓箭手跟这个又不太一样，这只该不会是英雄类的吧？这是老鹰的眼睛啊！我先升兵好了，然后待会再强化，像强化这个攻击力啊，这个是移动的速度啊。我们待会升这个弓箭手 LV 5了，5块钱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强化了。这可能是法术吧，我在想一个滚轮滚过去吧，我们放放看。我滚，有没有？但是那个是一次性的，一次性就比较亏。像这个应该是出血吧，有一个流血，是吗？
反正就强化就对了啦。就四个随机强化的一些 roguelike， 然后这边有五个兵种，你可以先想成是肉鸽塔防割草啊。把这五种兵种叫出来之后就开始强化啊，只是他一次给你五个选项这样。这是射程吗？这可能是晕眩吧，每30秒要晕敌人哦，晕敌人3秒，还封我，真凶。你看这个滚轮也是，他说他不是一次性，那个魔法不是一次性，魔法跟冰一样，他还是时间有一个那个 CD 时间就一直释放，所以还可以耶，对不对？还可以耶，像这个晕眩也可以用啊。每30秒晕3秒。哈哈哈哈，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。这个是不知道。选了一张卡牌。我们的魔法卡不是卡牌是不是啊？好，装一下装备。有这个圣甲虫。还有这个宝石。欸，为什么还有一个红色点点啊？因为应该都用完了啊。哦，这边有一个 level up， 然后宝箱领一下。有没有角色水平有没有？那我们就可以来强化一下我们这些角色。升级需要吃掉他们的碎片，碎片怎么来？开宝箱。好，我们再玩一关吧，还可以啦，杀杀时间。第三关就可能就没那么好过了。这是收益是不是？没有。就是快速刷关的关卡，我之前有玩过类似，它就有一关会给你金币赚很快，这样就会赚很快。叫这个法师出来，我们现在有三个了，这个9块钱的存一下，所以我才说这个我好像有玩过类似的。很眼熟啊，玩的手游太多了，就是这样。不像那个小时候红白机时代，有没有一个卡带可能玩好几个月，玩到破关了，破了好几次继续玩，都是过年过节啊，或是考完试啊，才要去买那个卡带啊，买游戏片啊。然后不然就跟同学交换啊，以前一开始还没那么多盗版吧，后期红白机都盗版的啊，有一些合集啊，同学都有那种什么20合一、30合一、50合一、100合一。这个法术也太强了吧，直接滚过去，这还会火焰欸，它会一直升级。这个技能也会变强，像滚轮加火焰，哇嘞，好强啊！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大。所以以前那个红白机游戏都一直破关呢、啊，破关再破关，一个游戏玩到烂掉了就去玩。啊，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这个年代手游太多，这款你不喜欢？再去找另外一款。这边有看广告两倍数欸，然后看广告拿到这个银币15枚。这个欸，这是什么？点的没反应。我们那个法师自带护盾欸，这个蛮好用的啊，滚过去。
还有一个新的巫师来了，新的战士，他是一个法师，老伯伯。这边有卡的哎、欸。好，这个是第三关，然后第四关就没有了。这个就是快速获得那个金币啊的关卡。啊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先生了，那他要自己构筑牌组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说他就随机还是会跑出来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这边有一些商店，商城开了，然后有 free 的，然后这边是不知道这我不知道，图鉴吗？解锁吗？这我真的不知道，看不出来，没有说明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关卡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哦，一个小小的肉鸽塔防啊。会一直出兵的。好，这边是登录啊，通行证啊，还有去广告啊。去广告哇有点贵 ,670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